这兄弟说："老子这16万块钱值了，就去卡塔尔看了一下法国和阿根廷的决赛吧，值了。但是哭起来看着这个脸，好像很委屈，就好像那个评论的那个兄弟说了，你可不是值了，你想支持谁就支持谁。"你就很任性啊！你当然你就很值了，16万块钱跑到那里去看一场球啊！这个哥们儿给自己打了一次大广告啊，看看可以带啥货，带带货吧，16万块钱又赚回来，可以。